其实傻哥的假的小孩们不一样，杀天后却人的心脏，全医院的人都听不清唱，有罪我就认罪定罪，你要快点准备，即使努力勇往直前，超越你的前辈，青出于蓝一定难，潜水就是比谁气长，只是一小步每天一大步，最重要的是有进步，不管这个世界多了名字到底有多坏，难兄难弟共同进退，我们都会在一块。大家好，我叫 Jack， 然后我是 Hip-Hop 的其中一员，就是其中一个人啦、我们也只有两个人而已，然后我今年也是20出岁，就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可是我像中年人，因为这其实不是中年人，这叫成熟。Hip-Hop 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就是我知道 hip-hop， 但是我没有很喜欢。然后，但是我是真正接触是从我认识到电子音 EDM 的时候，就慢慢认识了这个领域的音乐，然后就认识到 trap 过后就才慢慢接触到 hip-hop， 然后才认识到这个 hip-hop 原来是这么好玩的一个东西，然后也是非常非常适合我的一样东西。我的嘻哈方式就会比较偏向台湾吗？台湾，我觉得台湾，但是也蛮欣赏，就是西方那种美国人啊，也是我也蛮喜欢。我会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唱 rap 是很帅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很有押韵，在每个节拍上它都非常非常有押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种感觉又能够带动气氛，因为最主要它带动气氛是因为它的歌词，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就因为它很棒。这一个呢其实是要讲到我从 YouTube 看到一个 video， 就是他们在记录一个中国嘻哈的那个过程，然后就在那个 video 里面，就是他们中国人，他们有个口音，他们念 hip hop， 念成 hip h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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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子就让我有一个灵感，就是来自他们，就变成 hip hop， hip hop。如果你就是如果是这样听起来的话，就很像 hip hop。然后 hip hop 呢，我就觉得也蛮帅的，就是黑色的手帕。是什么机缘下让你组成 hiphop？ 机缘的话，我就要感谢我右边的那一位，就是他让我就是有机会在台上表演，然后也让我认识到拿着相机的那一位，就是 Ken， 就是 hiphop 的另外一个成员。就是在去年呢，我们就在一个机缘下，就是我们在那个一个很大的舞台表演，就是今年年初1月5号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在 RH Hotel， 就在一个很大的会场去表演，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彼此更认识，然后就了解更多关于嘻哈的，然后过后就有在很多场合都有表演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可以组一个团这样，所以然后就 hiphop 的产生就是这样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团这样。怎么样去面对啊？其实我面对他们的方法就是继续说唱下去，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怕。就是因为在他们评论，当然只要是比较负面的人，他们不管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就是去抱怨啊，去批评啊，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那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实力，用我们真的力量去证明给他们看。那我们作为这个饶舌歌手，虽然说不是很流行，它不是一个流行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当它的那个力量，那个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OK，
所以就他们如果要继续批评下去的话，那也是他们家的事儿，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怕。